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玩这个地图呀，是抓鸭子升级版。你看这左右两边都是嘎嘎嘎，抓鸭子抓几只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出发了。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呢？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，不小心被鸽子猜中了，那你就给鸽子点个关注吧，因为鸽子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。 OK， 它这个地图呢直接可以抓鸭子呀，这个跑在地上的鸭子都是我们要抓的目标。那小伙伴们，不知道你们抓鸭子的话能抓几只呢？你们可以在评论区中评论一下哦，我们看看谁抓的鸭子最多呀。哇，我就是刚刚被鸭子给杀掉了呀。我们现在呢已经抓到了这个八只鸭子，那肯定是够了的。我们现在兑换了一个开关，继续去抓鸭子，抓十只，继续去抓。我们看一下这边了，抓抓抓，抓着了，抓。哇塞，这边的话是一群鸭子呀，嘎嘎嘎嘎嘎。打个标记啊，这个鸭子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多呀。我们现在是抓了25只黄鸭，在这里可以兑换开关。它这个地图还挺有意思的，鸭电梯，哈哈，这个又有意思了。我去，来继续向前走啊，抓鸭子，抓50只。直接一个传送，我天哪！抓抓抓！我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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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它这个地图比之前的地图好玩啊！这个地图的话，直接就抓到的鸭子全部到我们背包里了。那继续向前走。我的天哪！哇塞，抓的好卡呀！我们现在抓鸭子。抓鸭子，抓几只？100只，抓着了！我的天哪，真的假的？要抓100只鸭子？我现在手上只有13只鸭子呀！我的天哪，好多鸭子呀！我们这没有武器的话，这样打起来好慢呀。好吧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